莲香儿一打就开坛哟，牛啊牛，连牛哦，有请大家来帮腔哦，牛啊牛，在上面来当官，男主快儿两条草哦，牛啊牛，连牛哦，红旗儿艳艳穿成行哦，牛啊牛，在上接到山上那个石窟不？当然接到。中午吃完饭，我在那儿等你，我有话给你说。在离杨柳村不远的山上有一座石窟，是读中学时两个约会的老地方。那么多年过去了。当杜燕儿再次提起那一座石窟时，童心妹儿的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她摸不准杜燕儿要和她说些啥子，但她觉得这一次两个人应该可以面对面把过去的事情说清楚了。去学校报到了哟，我会每天给你写封信，放到家我都回来看你哈。你星期天还不是可以回来看我？要得，要是我回去打工的话，存了钱，我星期六也回来看你。我都答应你了噻，怎么还是不高兴呢？你们学校一头肯定有很多好的女娃儿的。你还担心那个呀？你放心嘛，我不是那种人，我心头已经开了一朵花，
你永远都是最好的。燕子，以后我们要一辈子都困在一起，就像天上飞的两只鸟，地上的两棵树，水头的两条鱼一样，一辈子都不分开。小亮亮说，哎，那同村长也是跑到哪去了嘛，人也找不到，电话都打不通。哎，妹儿的，你看到同村长没得？没有看到。没有。哎呀，哎，兄弟，你看到同村长没得？没看到。到哪去了啊？哎，你二哥，等等等等，你看到同村长没得？没有啊。没，哎呀，到哪去了？真的是去。哎，啥子啥子，说啥子事了？哎呀，哪的嘛？那杨家家，他说他那个狗遭别个跟他闹死了，在那边堰塘边边的叼把菜刨刀，哎呀，吼起要砍人，哎呀，凶神恶煞的，你不晓得那个眼睛喽，鼓起怒放怒光，好吓人喽！我去找童村长去了。哎，任大村长啊，哎，我去看嘞。哎，二哥，你不去看了？哎，有啥看事哦？那该找是个耗子都要围拢看半天，没名堂。那我去喽。兄弟们，个人站远点喽。警方血站在身上，记不妥哟。啥子了？你不是说有话跟我说的吗？西米儿，我问你，村头来那个林梦，她是不是女朋友哦？他是我们系的辅导员。是从来都不是，还是后头分手了？啷个恁个问呢？西米儿，事情都过去恁个久了，其实我早都想通了。你也用不着躲起藏起的。我啥子躲躲藏到了嘛？你想通了，你想通了，我还没想通呢。当初的招呼都不打，跑出去打工，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一封都没回。后头走的屋头去找你，你妈板起个脸，叉起个腰杆，像个母夜叉一样，拿起扫把把我往外头赶。我到现在都没想通，我没得钱到底是好大个罪过，引得你妈恁个来恨我。我好久嫌你穷嘞，明明是你个人贪图富贵，先和你们好了。我都是遭你逼得没法的，我才出去打工的，都是把我逼出去的。你说些啥子哦？我说啥子？香菇需要重锤吗？我那天到你们学校去看你，我亲耳听你们两个同学说的。那个林梦的娃儿都会打酱油了。你说啥子啊？林梦是我们系的辅导员，我是学生会的主席，平时接触的比较多。学校里面都有人传，我跟他有个啥子？
但是一开始那真的只是谣传，只是后来，后来是你先把家跑了，是你先把我甩了，他又对我还好，所以你都和他好了？也不是，虽然他对我还好，但是我也是后来才晓得他离过婚，还有个娃儿。哎呀，杨佳佳，你个人想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得罪哪个？那个明显只有仇家才可能毒死你的狗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佳佳一向老实本分，又不兜猫儿带狗的，哪可能有仇人嘛？是哪个下的毒手？到底是哪个害死我们华灿？要是再没认账哟，今天我得乱砍了啊！好可怜呐！哎呀，那个杯子从头上扔到哪儿去了嘛？他进去的时候说的白不是方方的，他现在出了事，他还有点抹油，跑了走，人真好了。哎呀，去找他！其实我一直都想问哈你，那些年到底过得怎么样？你是不是和其他人一样，觉得我在外头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吗？我哪是那个意思嘛？当时我一气之下都跑到广州去了，我在一个工厂都找了份工作。厂长是个香港人，对我很好，都像当初的多一样。后来我们都好了，他给我买了套房子，还说过结婚。那时的杜亚儿是幸福的，他庆幸自己找到了个好男人。不过正当两个人准备结婚时，老天爷却给杜亚儿开了个天大的玩笑。那个香港人死于一次车祸，他的家人来到广州却不认他这个准儿媳。遭受双重打击的杜亚儿此时却发现自己怀上了那个香港人的娃儿。所以你还是决定回来？我把给我买的房子卖了，我本来想过把娃儿生下来好好的把他带大，也就够了。哪晓得，哪晓得娃儿也没得了。所以我都把他给我的钱开了个发廊。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你竟然经历了那么多。哎，你说要是当时我直接找你问清楚，或者说我没多去广州，你我们两个现在得不得结婚了哟？那些事过了那么久了，现在都不要说。
哦，对了，你今天喊我来，都是为了问你们的事啊？也不全是哎。其实我晓得，小妮儿很喜欢你。你可不可以像以前对我一样，好生对我妹妹？开啥子玩笑？小莲是你的妹妹，我也一直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哪个可能对个人妹妹？心明儿，你也晓得，村头人啷个说她，她从小性格都很孤僻，跟我们屋头也不是很亲。但是我看得出来，只要有你在，她都显得很开朗。反正我们也不可能呐。如果能跟到小妮儿好，能够到我妹夫，我们还是一家人噻。燕子，不要那个。家，你那个狗一看嘛也是遭闹死的嘛，哼！你刨树要刨根，打井要见底，你那个哈杨家家也是哦，你刨根嘛问底嘛。对头，一句话点到明面上了。喂，你们哪家屋的好友？哼，哪家屋头的？哦，你趁二的棉花去访一下噻。哎，你去问那个李老太婆嘛。昨天，嘿，我从那里过，我看他在坝坝头掘。他说的，那些耗子晚上跑起出来，把他屋头的鸡啄啄都咬死几个了。他还去买耗子药来把耗子闹死。嘿，仙子儿啊，我看到那个狗在他门口那个炫咯炫咯，那哈一看呢，哦吼，洗白了。哎，不是他闹死的是哪一个嘛？李老太婆。哎，胖子吗？你那个大不能说呀。你哪个晓得那个狗是吃了我屋头的耗子药呀？哎，再说了，都算是那个狗吃了耗子药了，你啷不把它拉到去？嘿，我看到的事儿吃都吃完了，拉到去有个屁用啊！哎，你哪个背时遭雷打的？哎，老娘的耗儿药他都去吃了，老死他娘谈！哎，你那边在做啥子啊？那么闹热？看啥子啊？看啥子闹热？啊，想不起了。哎呀，你老太婆！你个刀拿去抓子，我又不得，你还敢砍老娘吗？啊，硬抓抓的，你还冤呐？都是你鬼老太婆，那耗子，老子我发财。我是说，我那瓶里头啷个耗儿药没得了，还是你那个狗偷去吃嗦？你闹死我不发财，我还赔面子。哎呀，你找我赔面子，我还喊你赔钱嘞！我昨天买的耗儿药，两大两块钱一包，我放在门口，耗儿没闹到，到时候娘会上狗偷去吃了。听我说，赔钱来。要得，我赔你两块钱，你赔我条命。哎呀，老婆太婆，还算了嘛。他到时候真的不计下来的话，哎，人家狗命舍一条人命划不划得来嘛？他要是划崩了的话，我是拦不住的哦。哎，放手，老子就杀了。那啥子闹？你这是法子嘛二嘛？
我晓得村长在哪点儿。啊？以前那些事啊，现在想起都有点好笑。哎，新明，我今天约你出来还有件事情。啥子？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送过你礼物。生日快乐。你要记得我生日啊？啷个记不到嘛？看一下喜不喜欢。走走走！哎，我找你们村长去。走！哎，你要跟他们去啊？去噻，啷个不去噻？那发财的要带起去啊？正好带他去，找佟村长主持公道。来，走。你现在是村长了，是大忙人，又快表啊，方便些。啷个，你不喜欢呀？那是我专门到城头去买的。啊，喜欢，哪会不喜欢呢？来，帮你带去。拿的。我的那只是。这个戴表啊，一般戴在左手上。来嘛。好不好看？哎，走！哎，那个，你真的看到同学们的身上弄多啊？跑哪个嘛？嘿，过哪个？我带你去就晓得了，简直黑社王三他妈！哎，二哥，我妈又没在这说妈啥子？哎，对不起，我们说的是，我说的不是你哈。哎呀，你先说嘛，这都不知道你把我心子麻不儿就去寻巧。哎，李志军，我跟你说哈，你莫乱炒谣哦，莫毁坏别个同村长的名声喽。哎，我乱炒谣？你们光去看噻。选些啥子人来当村长啊？那些瞎猫死耗子也配当村长啊？哼，简直是！哎，是不是村长还没留来了？哎呀，我说你个哈婆娘，头发长见识短。昨天那个婆娘们，别个耍朋友是正当的噻，我喊你们去看啥子啊？哦，我们坚决反对！哎，那种作风败坏的人当村长，我们明天重新选过。来，我等等，重新选过。我们在那里靠得住嘛？哎，还是像我们四军那种德高望重的人来看稳当噻。我早都说了嘛，同性恋不是个好东西。哎，不晓得那回他要去害哪个女娃儿？害他就是他嘛！哎，你们，哎，看一下，快点，快点，走，走，走！说啥子没听到？闹得那么远。现在那些事情呢，都过去那么久了，以后也不要再多想了。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一个同学经常说的一句话：“青春不常在，趁早谈恋爱。”所以我觉得你啊，眼光不要放太高，趁着青春还在。早都不在了，我也想啊，抓到青春的尾巴不放。但是经历很多事情，人不老心已经老了。啷个那么说啊？我觉得你跟读书那会儿没啥变化的，真的。要不恁个，我喊我爸妈帮你留意到，如果遇到合适的好人家，也可以考虑哈噻。你都恁个想把我拽出去嗦？不是的，哎，燕子，你啷个现在竟是歪心理解我的意思？你放心，都算我再拽不出去，我不会拽给你。俗话说得好，好马不吃回头草。燕子，哎，燕子，燕子。燕子，燕子，莫跑那么快，啥跑那么快？绝对不可能啊！燕子，燕子，你没啥子？还是个犟乖乖脾气，喊你慢点慢点，非跑我看。你们能走？好了，我不等下去，带医生看哈。好了，我背的啊。快点。这会儿，应该不要跑，快不相信了。走，快点，快点走。
不雅呀！胖子把你打了嘛？都是啊，露水茶呗。别个说哎呀，母狗不拜儿，公狗不把辈儿。哎呀，那个母狗啷个倒爬到公狗背上去了？是董村长哎，你啷个那个糊涂哦？哎呀，新面啦，新面笨呀，你是新面啦，你啷个哈哟？你怎么那张脸长那点口嘛？妈，你那死的娃子，你那两个死两个憨男的，你上他的当吃他的亏还没嫌够嗦？你还在那个城市里两个残疾啥子？那那你们真的不会了？你少说那句话，我认不到你。他还说他屋头搞了东西，小护士主持人。哎，想不到同性妹也是那种披着羊皮的狼，表面光鲜，里头一包糠。哎，斯文败类。哎，岂止斯文败类哟，简直是衣冠禽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哎，他两个到底是哪个是苍蝇，哪个是臭蛋喽？也有可能是两个都臭噻，互相叮噻。哎，前段时间那个浪货怀了个野种，会不会是同性恋了？有可能，那难得说哟，有可能咯，他啥时都做得出来哟。你看噻，你还是回去打个报告哦。我打啥子报告哦？嘿。给纪委打报告噻，听他的指示检查。哎，双规，现在新名词叫双规。干啥了？找个风水不好的地方垮成埋了噻。这不是说找同村长讨个公道的嘛？算的了，他个人的希望都吹不冷，板凳儿没得坐不热了。他再选下课，那十有八九是李佳颖上台了。那到时候我搬那个李老太婆来，趁早打个大手，让垮成又土又烂算了。走走走。同性恋，你在外头乱搞男女关系，我管不到你。但是我们姑爷儿是个正经女娃子，而且她还嫁人了，你不要想不想起来招惹她哈。娘娘，你不是你想的那个，大家不要想歪了。我跟姑爷儿，其实我们两个我把你们臭都给我闭到，都算是闹酸麻圈吗？也没像你们那专心都把乱说的噻。我都不晓得你们些肮脏脑壳都在想些啥子。我可以明确的跟你们说，我跟他同村长是清白的，我们行得正坐得直。哎呦，我可是坟头撒花椒，骂鬼哟！难道我们是瞎子吗？两个都冲到一堆儿了，还说清白？同村长背我，是我的脚遭歪了，空着走都走不得。哎呦，说的笑人。孤男寡女的白纸白字跑到山上来搞啥子的嘛？哎，拜菩萨还是求神仙嘛？哎，把脚都搞歪了。都是是，每次我不会有同村长，我今天约他，是因为我想请他帮我办点事情。左眼儿，算命的说，说我必须要下个月结婚，我那辈子才有好日子过。大家都晓得，村头最有名的媒婆谢大嫂是同村长的白马。同村长又是我十几年的同学，我想请他让谢大嫂帮我介绍个好婆家。我都是说嘛，啊，我们新民儿从来都是心得端、坐得正的，没得像有些人说的那个，哎，那些乱七八糟的龌龊事。杜燕儿，你放心，你的婚事包在我身上了，我绝对给你搞定。同村长。我结婚那一天，还麻烦你帮我主持一下。妈，可以帮我准备婚礼了。杜燕儿突然宣布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最无奈的是童心明，
他感激杜亚儿为了保全他名声的这一番良苦用心，却没有勇气站起出来说明真相。最郁闷的是李世军，好不容易逮到个篡夺村长权位的机会，哪晓得刚刚加媒就遭杀过了。最幸灾乐祸的是那一帮看孝顺的村民们，不管杜亚儿和哪个结婚，反正他们又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而最震惊、最没得心理准备，也最痛心疾首的，才是杜亚儿的妈庞嫂。燕子，你是哪个的嘛？你都二十几岁的人了，你啷个做那些事情不上脑壳啊？害得妈老汉儿收不到场，你还是考虑点后果嘛！我不长脑筋，你都长脑壳的嘛？我到成都打工过后，同性恋给我写了几十封信，你说都不跟我说，硬生生的把我们两个扯脱了，那都是长脑筋的后果嘛？爷，同性恋给你喂了好多迷魂汤哦啊！当初是他没得良心把你甩了的噻，你啷个还在帮着他说话呀？你跟我大生母亲说话咋子？妈，你晓不晓得，他跟那个女儿根本没啥子的。后来他写信给我解释，都是你不把信给我说，不给我看，害得我们两个分手了。你，他说的话你啷个都恁个相信呢？你把妈当成阶级敌人吗？说实话，当年只要妈晓得同学们哪些地方对不起你的，我再跑到他屋去喊他说个究竟。哎，结果我跑到他屋头去，他那个白马谢大嫂是啷个说的，你晓不晓得？哪个说的吗？哪个说的？他说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哼，他们西面儿那儿成都去读书去了，哎，都是城头人了。今后啊，都要找个城头的姑娘。你们杜燕儿，哼，是个乡巴佬，未必然他还想沾我们西面儿的光吗？未必然他还想飞到那个枝头上去当凤凰吗？当时我听那个话，用是肺都气炸了。我回来跟你说没得，我没跟你说噻。说实话，都是西面跪在我面前给我求情，我都不能饶恕他。哎，背后都是几封信干嘛？我看都没看，我都甩到粪坑头去了。那是谢大婶说的，不是同性恋说的。哎，你个娃儿是啷个的呀？别个都说了，一朝被蛇咬，十年都怕井绳。你是啷个的嘛？你看你出那么多事情，你还不吸吸教训？要不是李世军看到去了，不想你啷个还要出去啥子事情？妈，我跟他同性恋不可能啊！我今天叨叨那么多人说，我下个月就结婚，你还不放心吗？燕子，妈就是担心你那个事情。说实话，你嫁了人嘛，也要放心点嘛。哎，不过那个终身大事是一辈子的事情。外道，我们屋头啊，本身就要找一个上门女婿。你看嘛，你那个慌慌张张的搞跑了，哪里找到一个好的人家嘛？所以我才喊谢大婶帮我找上。哎呀，你个娃哪里那个哈嘛？啥子事情哪里那个撇脱啊？你晓不得，现在别个娶媳妇儿主要看重的是啥子？是名声。你想嘛，你前前后后出了那么多事情，村子里头哪一个也不晓得嘛。看到起那个放空话的傻哥了喂，你跟同学们两个在山上又说不清楚，现在哪个正直点的男人还敢要你嘛？妈，西面哥和姐两个有啥扯不成头的啊？你们两个都不把我当屋头的人看吗？啥子都不跟我说。哎，该你晓得的事情我晓得跟你说，不该你晓得的事情你都不要问嘛，是。不过你也可以帮二姐姐的忙，给她找一个合适的上门女婿。她话也放出去了，下个月都结婚。啥子呀？下个月都结婚？姐，结婚不是儿戏哦，你考虑好了你们。
你咋子哦？没咋子。白妈。啊。我想问你个事。啥事啊？你帮那个杜燕说媒的事情呢？你心头现在有没得人选嘛？我那是顺口到娃娃说去耍的，还不是为了让你尽快脱身。杜燕那个女人，你又不是不晓得，还没结婚就把娃儿揣起了。你说那种女人，哪个男的敢要嘛？那只有去找个那些离了婚的啊，死了婆娘的拖个娃儿的。哎，只怕那种人他又不敢要了。你如果能帮的话，还是帮二他嘛。他那天也是为了帮我，才赌气说要结婚的。哎呀，心明儿，不是白妈说的，你那种都是杨柳村的村长了，那一村之长，你还是注意哈形象噻。好多双眼睛把你盯到起哦，万一遭别个抓到个啥子把柄，把你那个村长弄下了台，好长板子哦。白妈。我跟杜燕真的没啥子得，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歪。是，我是你的白妈，我可以相信你。哎，但是别个外人不能够想噻。你们两个孤男寡女的，跑到个山上去啥子嘛？那再加上杜燕她平常名声又不好，别个啷个不朝那些方向想嘛？哎，白妈也不问你到底和那个杜燕做了啷个。总之啊，那回他还是算有良心，帮你顶了杠杆儿。只怕是戏班子缺楼梯，下不到台哟。心明儿啊，你还是听白妈的，杜家的女人呐、啊，个个都不简单。二回还是离他们远一些哈。白妈。心明儿哥，心明儿哥。杜小莲来了。你硬是哑巴做梦，说不得哟。西明哥。啊。明天是你生日哈。你啷个晓得？从小到大，我一直都记得到。来，把眼睛闭着，我有礼物要送给你。睁开嘛！又是手表。啥子叫又是表嘛？你有很多表吗？不是，你也是哦，才参加工作，钱都没啥子得，还给我买啥礼物嘛？你是不是嫌那个表太撇了吗？哎，不不不，我没那意思哈。那我给你带去。啊。来，拿着。别个说了，男人身上三件宝：皮鞋、皮带和手表。我本来想给你买一双皮鞋的，但是我又不晓得你穿啥子码子，想给你买一根皮带耶。我看到你都已经有了，所以我都去给你选了那块表。谢谢哈。以后你必须每天都要把那个手表带去，那个样子的话，你每看一次时间。都会想起我一次，我走了哈，生日快乐！过个生日，同时收到三块手表，三块手表，三种缘分。童心明的心中就像打翻五味瓶，整得脑壳都大了。这让童心明儿真是没有想到，杜燕儿是自己高中时候的初恋，现在只有兄妹之情。杜小莲这个小丫头儿从小就被童心明儿当成妹妹来关心，她的表让童心明儿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倒是柠檬这个让她真正动过心的女人，让童心明儿感到是缘分未到啊，还是不可能有结果？童心明儿已是难以预料。
哎呀，生日的三块表弄得感情神经本来都不是很发达的同性恋头脑更加混乱，只不过这个时候他也没得心思顾及儿女私情，作为财商人的村官，这片希望的田野正是他大展拳脚的好机会。哎，佟村长，哎，村长，先生你忙哦。村长，我正准备找你了。有事啊？上回我们看到你给那个农药配方施肥，感觉没效得。不得哟、哦，真的。我晓得你给我们绝对是最好的配方，但是我们始终觉得有点不对。配方应该没得问题的，可能是土壤本身的问题。那个，你们带我到土头取点样本，我找专家看。要得，那是走吧，同志。怎么样？哦，化验结果出来了，杨柳村本来就不是风土肥田，再加上农药释放过量，造成土地板结，所以不适合发展农产品。真的啊？嗯，梁老师啊，你好。哎，你上次过生日还欠我一顿饭呢，今天是不是补上啊？儿子，哎，你今天是不是没心思请我吃饭呢？还在想你们村的土呢？我们全村人都靠那个土地吃饭，本来我还想带领大家奔小康致富的。结果哪晓得，现在土地都不适合发展农产品了。别想那么多了，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要不这样吧，你既然没心思请我吃饭，陪我去菜市场买菜总可以吧？走。好，一般都到这儿来买。哎，今天生意那么好，没有啦。哎呀，对不起，今天刚刚没完，好、哦，对不起。好，没事，挺好的，是没办法。好几斤呢？八块，只有两条。八块两条一下啊？小子，你真会开玩笑，八块两一下，那我不该躺下头去了。八块钱一斤。八块一斤？你啥子鱼那么贵？批发价那你还嫌贵，买不买？不买算了。哦，买，赶紧先称一条吧。好。哎，走吧。哎。你们这里的鱼能买恁个贵啊？嗨，现在人呢都喜欢吃鱼，吃鱼健康嘛。再说我们附近也没有鱼塘，鱼老板要批发鱼的话，得到很远的地方去，自然这个鱼就贵了嘛。哎，李某，你说我们村如果改行搞渔业的话，行不行通？哎，你反应可真快，不过也得看你们村的水源适不适合养鱼才行啊。来，那个拿了。不好意思啊，我都不送你回去了，我马上回去找人考察我们村的水源状况。好，走了。哎，新民没那么着急，吃完饭再走吧。将山村变成渔村，这个点子好像是一阵兴奋剂，让同心儿仿佛看到了真心杨柳村一个希望。于是从城头回来，他就约上自己当年在农校的一个同学，一起马不停蹄地上山下乡，考察杨柳村附近山丘地带的水源。而老天也不负有心人，杨柳村四周的群山有泸沽丰富的山泉，这让同心儿兴奋不已。上个礼拜呀，我们村委会一致决定要响应那个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号召，因地制宜，进行那个产业结构调整。前几天呢，我请了几个专家到我们村里边来呀，进行了实地考察跟调查研究，最后大家是一致认为我们杨柳村适合发展渔业，所以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了个会，都是来解决一个问题，啷个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杨柳村的土地变成鱼塘。土地变鱼塘，说得撇脱当吃补哟，说高都高说，那是来得陡了点咯。我都是怕那些村民脑壳转不过弯的，犟乖乖的哈，他又那熬卵犟那种，那工作啷个搞嘛？是都是嘛。那个得行嘛，那个工作。早些要去。